不用浪漫，快点，我们就准备啦！啊，他卡子，怎么了？巴拉巴拉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不久，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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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人呢？还没进来的举手，举手，举手，来的现在的啦，1.16点也可以进来，啊，真的假的？对对对，16.4，我有这个东西。嗨，小光。嗨，我先开台了 ，OK 吗？还是不行？妈，你怎么开台了？完蛋了！天哪，你怎么先开了？啊，完了，我把你所有的话都录下来了。啊，谢谢超级留言。裤子还没穿好，裤子还没穿好，裤子还没穿好啊！你放了个水屁，都是他，都是他们，怪怪的，难怪。我们都很正常，怪的都是他们。那你也蛮奇怪的。第一次来有点紧张，第一次都有点紧张。我要爆料，刚刚小光在开场前一直在问我 UHC 是要注意哪些东西，我真的不知道。那小光很恐怖，就是喵喵哈给你的装备你都不要拿，这样。对，我有就只要看到喵哈就把武器丢掉，就是。对啦，丢掉啦，武器都丢掉啦。通常拿到他的装备的人都不会有一个好下场，原来是这样子吗？没有的啦。即使今天喵哈穿钻装，我也不会去捡的，好吗？可以剪一下，这可以剪一下。跟你讲过，快速场可能5分钟、10分钟就结束了，没有两分钟，两分钟有这么快啊？为了小光，好不好？我们那个呢，就是物品免烧。哇塞！一开始大家就可以好好去挖掘啊，挖东西啊，应该都会有。我会下去吗？不是直接打了吗？Oh my god！ 我们不是通常直接打，木斧做好喽，装备比你更好啊！做好喽。那我们也颁发每个人骑手有个御水镐，好不好？这样就可以挖更快。哇哦！太开心了吧！太棒了！开场先高先低啊！好啦，开场先高先低。我从来没有拿过御水镐，哎。我也不晓得他会挖多快，等一下可以试试看。Yeah， 那我们要等喵哈进来。哈，我真的觉得搞不好你们可以打一场，在我进来之前，他真的下好慢，我从40几分按下载到现在还没下完。是啊，11个人出不进啊。对，没办法分出不进，没关系，就小郭多出了。那我先看，我可以先观察一场啊，我先等喵哈，没问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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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也有新的，都是直接来的。对，真假的这么刺激吗？都是直接呀。那喵哈用旧的版本也不行啊。我用1.16.4，他也在下载。对不起了，我就平常没在玩外卖快了，不好意思了。真是尴尬了。没事啊，至少人在，总不会比那种人不在更尴尬。啊，对了，也是，嗯，哦，闪闪，还敢说别人尴尬啊？叫什么那个闪闪嘛，对不对？摩天 MC 开呢？摩天 MC 开好像不用下载很久，那你可能要先教我。哦，那可能会很久。那我还是先等哈。那还是等好，喵他没办法预估多久啊。他写正在下载611.85KB/242.62MB。哇，听不懂啦，就是他跑的。简单说，他跑的速度只有 KB 而已。嗯，好像对啊，麦块都跑 KB 而已。你在吃东西是不是？啊，哇，那我们就真的就直接来一场哦。好，好，冲啊！那不然我们第一场5打6啊，这样子差一人就比较还好了。哦，好啊，好哎，5打6，那一样哦，有预水稿哦，那5打6就没有金头颅了，因为就2队。好，初始一样有预水稿，但是一开始就缩圈，好就缩圈，那我们知道玩比较快，玩比较慢。你再快，你没有，你再慢也只能玩20分钟啊。哦哦，20分钟就缩完了。好。对啊，有预水稿，所以你想要怎样玩都可以，好不好？好好，随机分队，分啊，分啊，哎呦，分啊，完了，
队伍有点微妙。那我们至少让小光是多数方。好，好，那你换一个来。你说哈基跟哈基跟小光换吗？哈基跟小光换，你不是更微妙吗？你这一次教学有了有了，这样就有了，這樣有了有了，这样子的小光就有多数方，这样是不是没有啊？那我们可以再来，冷气冷气。我觉得我们战力也是十足啊，我们不会输的。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可以，鬼手爬爬。那我们把那个波波跟繁星换啊，不是这样子吗？各分东西，马上开始哦。好，对吼，我要挂在这里，好尴尬哦。欸、你要哪边啊？下去吗？不用不用不用下去，就不用动吧。不用动，不用动。小光，酷哎、欸，嘿、hey ，看到人不要连挥，连挥不要连挥，伤害不高。哦、是新版战斗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到人就把武器丢了。阿蚂蚁也是哦，是哦，不要紧张就连挥哦。好哦，好哦，记得要。哎、要延迟一下，有了有 了，感受到了那个延迟。哦呦，我们会一开始会在一起吗？不会，会会会会。对，哦，感觉、哦、要分手了。對對對，在一起，酷哎、欸，不是单身，不是单身。好、哦，不是单身，好，太棒了。哎呦哎呦，哦，旁边有狼哎、欸，有猪哎、欸嗯，所以我们要先杀那些动物吗？对，你先 做工具吧。好，嗯，哎，小光有玩过我们最早之前那个 UHC 吗？他完全没玩过，我从来完全没有，他完全不知道 UHC 怎么玩。对，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底玩什么，啊、大概就只知道说，哦，是打到最后，然后活到最后，差不多是这样吧。哦，那你已经知道差不多了。对，你已经、啊、真的吗？真的吗？就差不多这样子。你懂80%了。对，哎，我好开心哦，我懂80%。然后你麦块会生存吗？嗯。简单的生存，对对对，哦，那你90%了，嗯，然后真的吗？简单的生存就行了吗？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们清才能力值哦，啊，能力值是什么东西？没有啦，欸、我想说，哎、欸，这是什么要素？我怎么没听过？哎、欸，杰克十抽抽到角色、欸，哎，杰克十抽就抽到角色，哦、太扯了吧，啊、扯爆了，哪个游戏啊？日麻，日麻、哦，太扯了，就刚七点的时候啊。夸张哎，夸张哦，真的是哦，都抽不到哦。我花了700块才抽到。哦，我没玩，我知道。差不多吧，他十抽不就是十抽？哎、欸，我怎么听到快500？那是苦力怕的声音吗？吓死我了！怎么铁啊？没铁啊？没铁啊？如果我一开场就摔死，会不会很好笑？会会会、啊、那还好，我比较比较比较嗯。没关系，效果可以不用，先我们玩点那个，玩点那个、哦、玩点这种效果是，对对对对对，只是现在在旁边那个断崖，想说，哦，会不会摔下去？我看到巧克力打问号问号问号，我 W W 而已，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掉喵哈怎么跑来这边打你掉下去？喵，那个就是缩圈，哎呦，哦对对对对对对，很快哦，缩、哦、很快哦。没办法，那弟弟会跑不掉。先走了吗？哦，完蛋了。跑了，跑了，跑了。先出来吧，先出来吧。来哦。这圈不是，圈是在我们旁边。对对，要赶快跑。我上来了，我上来了，我拿到8块铁了。啊！有人摔了，叫他，叫他。我以为小光这边是安全的，打我。打瓦拉，瓦拉，我这边不安全，所以我刚才会在提说会不会有开场摔死的状况。我们要往哪边走啊？糟了。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个绿色条跟红色条？走到两个红那个绿色条就好了。哦，这边哦，两个都绿色。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它不是有那种边界的？是啊，有啊是有啊有啊。只是说，你像你下面不是写一个中心坐标是178、170那个？嗯，就看坐标就看那个啊，不会看到就是看上面那两条啊。如果你走到安全区，这两条都变绿色。或者是跟着队友走。那我跟着队友走，这好像才是最佳的选择吧。不过我的队友已经不见了。你刚就只没看到你，不知道走去哪里，你知道吗？原来是自己不是那个走失了，说大家走失了。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走失了，那种感觉。原来树做样子吗？走失了。等一下，请问这个红色名条是谁？太蚂蚁。多少人要盾牌？多少人要盾牌？加一。哦，已经有盾牌了，太快了吧！我这里有铁，我这里有铁，有几个？有几个？我也要。应该都要了。啊，大家都还没有嘛，好，所以是
二三，你也太快有了。啊，我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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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哪？我们是不是要去挖？我们赶快去挖东西。我在山顶，我在山顶。哎，盾盾盾盾，谢谢谢。哎嘿，别！怎么这么快就有盾了？我怎么觉得有点危险？啊，盾盾盾，谁要盾？谁要盾？谁要盾？我来了。嗨，天气好。你的聊天是挡到画面的资讯哎，真假的？好好好，等我一下，我来调一下。画面挡到聊天室的剧情，换位置。还有谁缺盾？还是缺盾？我拿到了，耶！缺盾讲一下，他们要没有收摊哦，收摊哦，收摊了，没有。坐一下，我坐一下，等一下。哦，对，还有吐司喵，嗨，没有都没讲话，想说我们不是六个人的吗？少谁啊？没有了，我要吃下来做其他东西了。然后小光打东西的话，跳砍是会报警，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嗯，这个还算知道。啊，你被围攻的话，如果对面都拿剑的话，你就先举盾。怎么这边都没有什么矿？那我们会不会直接拿那个斧头？就拿斧头砍啊！对啊，砍啊！碎啦！把他头颅劈下去啊！可以可以，那没问题。哎，为什么猪打完直接是掉手的、啊？应该要说物品免烧，物品免烧。对，哦，免烧的意思就是直接就那个了。对对，指令特制的。对，它不科学是挖鹅卵石会掉鹅卵石下来，这样应该要掉石头下来才对。对啊，的确，因为免烧嘛、啊，然后打木炭，那个木头会掉木炭、啊。这没有玩下去吧？这样就不太行了。我去打那枯树枝。哦，所以这样子，我只要杀动物就可以直接拿到食物，哎，对，酷啊！可是食物是不是吃的没有效果啊？有效果吗？UHC 就是这个意思，它不会回血。你要吃金苹果跟那个特殊回血的东西，蘑菇汤那种，懂吗？这边沼泽，它只有回饱食度而已啊。对的，对的，很重要啊，所以不能摔。说的也是，饱食度你低于三个你就跑不起来了哦，所以饱食度也是很重要。沼泽旁边是那个矿场，下面地底是矿场。啊，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在144147吧。那个是我们中心点坐标。没关系啊。你要 F3。啊，对了，冒昧问一下，这个可爱的声音是哪一位？马一。82269。82269。82269。哎，以后要这样叫你了哦。所以叫8269，我叫蚂蚁啦。啊，你好，你好，嗯，你好，我叫哈基，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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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见面，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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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见面，你好，你好。然后发名片的，哎，那为什么这位哈基先生头上会有一个宝箱哦？第一次看到，不太了解。你可以去看他，你有没有看到我箱子上面可以帮我签名吗？签我头上，拜托。哎，为什么哈基的血只剩16滴啊？因为我刚刚看到你吓了一跳，吓到受伤啊！好帅，好帅哦，哈基耶！对，我想起来不能回血，不要摔了，不要摔了，修心哦。我们的队长就受伤了，就哎，那怎么可以这样？怎么？我有一次，我看看这边有没有铁哦。哇，你要挖铁吗？直径往下挖上算是好事，好做法吗？你不好上来，就是对啊，你可能会挖到那个废矿洞窟什么之类的，你就哈哈掉掉掉掉，那就尴尬了。哎啊，继续挖好了，没关系，数数看。哇，好黑哦！我应该调伽马值的。哦，你调哦，调伽马值。哦，没有，哦、我没有调。哦，我没有调啦。我说我应该要调一下，这么黑。想作弊哦？不行，作弊啊！不能调哦。酷啊，苦之喵还好吗？我的脚太大，踢到电源线。我哦，哎，在收圈呢。完了，你赶快跑，你赶快跑。在收圈哦！我要跑哪里？你看，没事，我看怎么了？他被压死了。那个蚂蚁在自吸，我看到蚂蚁在这边，他怎么是蚂蚁？蚂蚁怎么了？土司喵，土司喵，好了，土司喵，好，闪闪。哎，我们还有土司喵啊！队友们还有土司喵队友啊！他跑掉了，他已经死去了，他就死去了。他没拉这个走了，他这走了，他走了。发现，发现，
你现在是我们最棒的眼睛，最棒的眼睛。你帮我看他们在哪里？对，要会爆了。他们会在下面吗？整装待发，应该弟弟哦。你看吧，我就说要开场限高限低吧。你看，都跌下去了。对啊，好微哦。真的没有，我把两个女生的声音搞混了。哦，对不起啊，这里只有两个女生了。不是啦，没有啦，不是啦，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露声粗一点的声音啊。这时候是不是我要尾声一下？好，来来来来，那可能是有三个半哦。挖钻石，他们在挖钻石，钻石了，不是说要换了吗？还要呢？哎，要晚上了，哎，他真的假的？我还是怎么办？波波他们在废矿了、欸，要往下挖了吗？要废矿啦！那进去偷袭他们吗？偷不到。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铁装了，哎，铁钻石装了。哦，波波空装，但是他离边界很近。哦，现在不会说。小光你还跑？走啦，往下了啦，会死啦！真的吗？真的啦，往下。你要么被怪打死，要么摔死，你选一个啦。那我还是往下死好了。对啊，他们是哪个洞啊？这个吗？哦，下面有亮亮的，那就是这里了。对，这就是我跟着云月走。哦，下面下面下面，哇，他一定是派他来看我们的，信不信？毕叔这样，毕叔声音很大声呢，很近哦。毕叔，那个土司喵，他们离我们近不近？还好，没有很近。哦，嘿，跟蹦嘎的声音那么大。哦，是死掉的提示声吗？那我们附近有没有什么矿物可以跟我们做一下？我这边有一点点铁，哈气直走的话是一个有点多怪的矿洞。我以为是铁的，有点多铁的矿洞，有点多怪的矿洞。可能很多怪，可能很多怪。到了，对，库工前面两只库工，库工，库工，听起来好可爱，库工，这里实现。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不是，我说天哪！五只猪吧，五只。啊！你是不是还在弟弟？你是不是抬头吃到沙子？哇哇哇哦！哇哇哇！酷哎！哇，这里好多怪，来帮忙！马英说好快哦！对啊，我就说弟弟会说很快。下面那个。如果蚂蚁没有死的话，下面那个矿坑就是他们小雨仔的。可是资源很丰富，但很冒险。睡了，睡了，睡了。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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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哈气，你先蹲下，先蹲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库里巴，眼压有点高，我的眼压有点高。小光的后面的矿洞就是波波。啊，就他们吗？我的。对对对对，哪里？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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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点高，这里吗？哎，你看我这里吗？这里吗？这里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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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后面后面，这里哈记的后面，对，这里好，但是有岩浆，有岩浆，小心。它是上还是下？偏上偏下？下吧，下吧，他们在哪里？等一下，这岩浆很高哎，哎呦，这岩浆很高。哦，他们挖走了，他们挖走了，他们挖走了。你看太慢了吧？你不是快拿着？那我们上去吧，这里太那个了。可是晚上哎、欸，那下去吧。不是，我挖一条线吧，因为我们挖一条线，因为到边界内吧。224215，我们挖低一点就好。你的左边是那边才是，不是不是边界的对。好，哎呦。我往左边挖，对对对对对。哎呦，我把岩浆这边涂掉，你们要不要过来？我们在另外一边的吧。我们在另一边，这边还有矿，有矿可以拿。那边有青金石。哦，青金石哎，碎啦！我要当守护灵了。那你跟我们说状况啊，或是哪边有矿啊？你们好啊，你们附近都是岩浆哎，阿曼的。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这太棒了，这导航真棒！哇，这建议很棒，我觉得很棒。真的
的啦。所以那个红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岩浆啊，是岩浆啊，红红的是岩浆啊。谢谢谢谢，我现在才知道。确实。对对对，做一件衣服再说，太危险了。我们会不会被边界夹死啊？不会不会不会，你在中间的，还久。哭工哭工哭工跟苦力炮。好，苦力炮，举盾举盾举盾。好。小雨跟巧克力应该在汇合途中，哦、然后巧克力在沿着边界走。意识阶段启动了，等一下，我觉得我不妙，我觉得我们要往上哎、欸，我们现在连一边都还没进去哎、欸。云月这边是不是那个矿废矿？废矿废矿，这里是废矿。哎、哦，在废矿，我快走，小心哦，你们前面左转会有 Enderman。哎呦 ，X 都进了。好、哦。然后窟窿这边。都很多，哦，一下 Z 是那边，这边过头，这边过头了，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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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近点熟，这里吧，这边吗？看一下啊，路的变小啊，另外一边小光这里了，嘿、hey, ，怎么了？做点火吧，我挖下面，我挖下面，下哦。是哈基吓我一大跳，想说怎么有人在底下突然伸出头来，吓到我了。哎，到到到到到，这边这边安全，这边安全了。好，哎，繁星在星光先地，五分钟，五分钟后星光先地。啊，巧克力往上挖的。走，我们上去，我们上，他们装备应该比我们好很多。他那个限定，那是一定要赶快上去吗？对对对对，你们隔壁，在我们隔壁，我听到声音了哎。对，这边也好高，等一下。对对对，你挖到了哈基，你要挖到了，等等，哈基吗？哈基，哈基在哪？只有巧克力一个人，只有巧克力一个人。是是是是是。然后下方云月下方是波波。好，干掉他们，干掉他们。他们一队都在下面了。你们不要蹲好了。哎，好，这边这边，小光后面后面。云月吗？云月在哪？我这边，我这边，我这边。波波，小光后面，小光后面。我这里，我这里，他们钻剑，下面他们下面，哇，钻巧克力，钻巧克力，死掉对方，剩波波，哇，波波，哦哦，还有发发，还有发发，还有那个洞，旁边那个洞里面，我知道，等一下，繁星，我这个洞来了，有杀掉了，哦，牛猛，剩下发发而已，发发在哪？发发他在，他在你正头上，正头上，头上，他在往上去了。繁星不要往上望，你旁边上面是岩浆哦。对，嗯，那你稍微移动一下，你来。而且说、啊、这里可以往上，这里可以往上，这里可以往上，先往上，先往上，他就往上叠了。往上叠叠。哦，好刺激啊！他垂直往上叠了，你们垂直往上吧。好。哎。繁星，你往你的左边，你后面。对对，这边这边这边挖，往上挖，对吗？对对对对，再来，再往前挖一点，然后好到反正这个往右边，我看到 ID 了，火把那个，我看到 ID 了，那个、看到 ID 了，好，那是他吧？看到小光的，还是他？小光，小光，小光，不是你后面，你后面，他在你后面，翻翻在你后面那一边，这里，对，不是不是，你的右边，对，往上，往上往上，等一下你就看到他叠了钻石了。再往前一个，你就看到鹅卵石，对，正上方，正上方，他的，繁星正上方，对，他在挖空气，他在上面，他在上面，啊，小光你挖到了，小光你旁边，小光，小光你挖到了，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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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举盾，我要举盾，我要举盾，他过你盾了，他过你盾，小光旁边而已，砍他脚，打他，打他，砍他脚，砍他脚，应该没血，他快没血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哇，发发打全场了吗？哇！他发射，他发射一半滴，半滴是半滴，挥到他就好了。斧头，斧头劈他，他就死了。繁星加油！斧头连挥就好了。就剩一个，剩两个了。哦，对啦，对啦，对。啊啊！好难受，好冷哦。太刺激啦！耶！有耶！
刚刚挖到宝藏哎、欸，直接不是挖到宝藏，挖到宝藏，直接挖到大秘宝，挖到大秘宝，直接哎、欸，宝藏哎、欸，吓死我！五个人一队怎么会这么的累啊？天啊！我们不是喵单先被边界压死。其实我们差不多只有四个人而已啦。对，我们大概只有三个两个人吧，两个人吧。我跟 Bobo 零点五个。对，我跟小野零点五。不是，我直接没有抱好，我就直接被偷了。你看我请迪叔直直往前挖，挖到洞就不要挖旁边。然后说好，啊，我被毒蜘蛛咬了，为什么？直挖看到洞就补好、啊，我被苦力怕炸死了，为什么？没有是发发说，哎、欸，有苦力怕爆炸碰，然后抵出死，抵出死掉。就我这么有怪，那是野生的矿洞，你没有盾牌往前冲干嘛？哦，还以为你们要天眼兵嘞。不是、啊，我们天眼兵也没有预测好。哎呀，没事，我们这个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相信大家都变更厉害了。尤其是爸爸最后哦，还抽了小光哦，哇，爸爸真的是被烧掉啊！天哪、啊，下一个就换你了，迪叔。迪叔，你有看到你的头在这儿吗？有。下一次就换你好表现喽，要真的好表现喽。阿喵他好了吗？哎、欸，他读完以后卡在即将完成，我到底该把他擦掉，还是要慢慢的等他？你说 No BL 事件吗？ No BL， 是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嘛，他卡即将完成，卡在就刚好就是那个小光快挂掉的时候，卡到现在还在即将完成呢。就是你不要把原本的登录器关掉，你再开一个登录器。嗯，可以这样，可以啊。好像是，你右键点那个，然后再重新再开启一个看看。哇塞，他真的将近载了一个小时哎、欸，好猛哦！拜托喵哈，拜托拜托，大家帮忙集气，大家帮忙集气，帮忙集气，加油！大家帮忙集气，人越多越累。我怎么觉得这个画面很似曾相识？上次礼拜三是不是才玩过？就只有你进步了。我觉得人越多，这个打起来越累，不晓得为什么、啊，真的很厉害、啊。哎、欸，不行哎、欸，我还开不起第二个哎、欸，还是我整个重开机会不会比较好啊？开不起第二个是什么？是主程式开不起来？对、啊，我觉得你重开机也可以尝试。好，我试试看重开机、喔。重开机，电脑问题有问题，重开机就对了。对，重开机会解决80%了。嗯，我的网有问题，45度角打下去。对，你就是敲那个地方，然后给他敲一下，他就好了。不要了，不要敲。小光如何、欸、有没有感受到？哦哇，好快，来得太快了，来不及感受到什么。其实已经来得慢了。哦，这算慢的吗？这算慢了。有，大概能理解怎么玩了，大概能理解个大概七成。可是你刚刚的遇到的对手也是麦块新手、哦。哪有？不我很棒。不是你很棒啊，我的意思说你新手就直接把老师傅给打爆了。我的天哪、啊！真没想到。擦一下，有人不小心露出 IP 了，要不要换一下 IP？ 啊，抱歉，我刚刚不小心露到。对不起，我啦，是我，对不起啊，我也是，我啦，对不起，我知道出来了，还是把我的鼠车车有露出，要互相提醒一下啊，这个赶快拉一下啦，然后拉链拉起来，保密防谍，挡一下，保密防谍，都人人有责，闪闪要不要来啦？闪闪都不玩、啊，闪闪刚才说好，我找你玩 UHC 都不玩，然后巧克力找你就玩。我下午有人问他要不要参加、啊，以后我都会再问闪闪，因为之前问我他好像没有动 SK 了啊，我就没有他 DC 啊，哦，没有联络方式。对啊 ，SK 最后问他都没有再回了，哦，爆料。我是听说这是欢乐场我才答应的啦，不然如果是什么正式的我应该是不行，我真的欢乐的欢乐的，那很欢乐啊，随便打，随便打，你看啊，多么速度，欢乐，这没有太认真，你一场不开心，下一场更开心，
下一场再开心，下下场再开心一下，无限循回。我们会有开心的方法。集训三三，没有没有，下一次啊。对，没有压力是吗？啊，如果我一开始就摔死，就会有压力了。不会啊，没有，他们一开始，他跟蚂蚁一开始狂摔，都是你死了，你还是可以到位，对不对？啊，说的也是。嗯，死了都可以尽量保，没事。嗯，闪闪说下次啦，下次。你看，每次他都说下次一定，下次，下次都是没有下次，就下次，下次真的一定啦，真的啦。嗯，下次一定。就那种约下次吃饭，然后就一两年之后都没有约的那种。哦哦，我刚换 IP 哦，记得要，记得要收档好，要收档，我收档好了，收档好了，我收档92.168，档的不错。我挡一下，用手挡哦。好，他说挡着了，挡着了。跟巧克力说，我 SK 很久没开了。SK， 那我给他的那个地址啊，对吧？我应该可以找到他的地址。结果故意让你找不到，那就尴尬喽。他名字完全是。反正你是不是要给我假的 DC？ 我那天有看到哦，你密闪闪，然后结果是密错了。哦。我是密到你吗？不是吧？不是啊，你说你密到那别人。哦哦哦哦哦！我那时候还跟闪闪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说给他照那个，我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在那边放闪。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聊说，之前有人卖过闪闪的照片，那时候还不认识闪闪。对，然后他就先说那个什么，直接贴他照片给我之类的。我想说奇怪。我问了那么久，为什么闪闪都不理我？我发现我密错人了，你还是密错人，而且你没有跟他说怪怪的。没有，我就说我敲你，为什么不理我？闪闪就说没有啊，你没敲我啊。那我就在鸡同鸭讲，这下尴尬，尴尬喽。这就跟我之前在推特，然后一直以为有一个团团是真的，他还打香港人，我都没有怀疑过。他放那个团团的照片，然后后来事后团团就说那不是我。这之前有一个团团的哦，有一个有一个疯狂粉丝，对，各种串团团的账号了吗？他又开始就要重新。也没有到重新啊，他现在大概在三分之二的地方，还要再下三分之一。Oh. 我觉得我的麦快挂掉了，尴尬了。至少你想，他现在跑三分之二的时间比你刚快多了。对，我跟你讲，三分之二差不多就是你们进去大概五分钟的时候、啊。我知道，一张，我们来一张真的快的啊，快的。你们想要来的哦，有新人熟悉一下生存，快速生存的方式。好欸，可是我跟你讲哦，它下载的速度是 KB 哦。哈哈哈哈哈哈！没事，我们这个大游泳时代来了，来了，又游泳，又游泳，又游泳，要被串烧了，要被串烧了，总要游一下啊！游泳，挂鱼呀，底有木头吗？哥哥，开场会送木头吗？哥。开场送，登入就送吗？输入 VIP 会吗？会吗？现在登入就送哦。哦哦，要输级的那个木头啊？六十级的木头吗 ？S 级的 ，S 级的 ，S 级的哈。哦，磨木头吗？磨木头吗？磨木头，你知道切木板吗？那是吉祥木原木，还是神木？直接打起来啊！可是不是喵哈直接打起来够？你会好吗？我在猜，有可能是我这个磁碟硬碟可能快挂了耶！哦，哇，有别的吗？因为它刚好，我这个麦块我刚好装在外接硬碟里，然后最近这一台这个硬碟刚好怪怪的。哦，这个在电脑里吗？电脑里的 OK 吗？哈？哦，就是电脑的内建硬碟啊，会不会比较好？可是我还要再花时间再重装。为什么？你还一直塞一些奇奇怪怪的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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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吗？好啊，那就这样子啊。啊，金苹果不见了哎、欸！慢一点，这个金苹果当然不行啊。都讲出。上面，哇，实践打钻石装哦，哇。
加个盾牌啊，总要有个盾啊。酷欸，竟然有人问说为什么没有字幕，酷欸，酷欸，是彩蛋吗？这是他自己打的，哦，这是我的，这是没有啊，就是我的头就会飞蜜蜂出来，哦，来，哇，你头里面住蜜蜂啊？没有，是从鼻孔出来还是从嘴巴出来？还是大只吗？从耳朵出来？害怕。小黑的鼻孔到底是多大？从鼻孔出来？那个鼻涕很甜呢。来，那我们这一场有木头、有基础的钻石装，直接就可以在海上打起来。是基础钻石，没有免烧，所以你要挖就会很累。好好。那就直接分队啦！啊，直接分啦！好，耶，就是不同喽，就这个喽。好，好，好，一次到位喽。好 ，OK， 哇哦，拜拜，下去。那小光走下去。我们，哎呦，你会下来？哦，才跟他讲就下去了。我们刚刚也是吐司喵消失了六分钟，才发现有这个队友。哦哦，对，我找一下替补，闪闪哦，要不来啦？闪闪来啦！对不起，有闪闪呢，闪闪你会来？闪闪你现在来，马上直接嗨起来！闪闪，你刚到家对不对？赶快开机，赶快开台，观众等你。闪闪下一场哦，哎，他说好了，我看到了。闪闪说好，真的，耶！然后跟把台关掉了，有没有？那喵花等一下好了怎么办？就变十三个了，再找一个啊啊！闪闪说我在打麻将啦，抓到！闪闪说下次他在打麻将，哎呀，要下次一定了，麻将下次再打啦，闪闪还在立直啊，还在立直，立直，他在立直了，闪闪，谁在玩箱子？欸，你麻将随时跟路人打就有了，我们这群人很难一次一起玩欸。对啊，一次十一个人一起玩欸。我问一下本机，等一下可以替补。哦，本机，那就来啦。好，好，直接战斗哦。好，好，好，开起来。然后我要去水底，我要去水里面。然后说游泳，结果是坐船。我做一堆门放在水底。也可以啊，但一开始就缩圈啊，太可怕了！哎呦，哇！穿起来，隔壁 SSR， 隔壁 SSR， 哎，睡，小光来了，哇！挖成船宝箱，小光手抽，这么开心的吗？对，我们的秘宝就靠你了。藏宝图一张，藏宝图赚啊！好，真的你会看吗？我们去找，我们去找。大航海时代来啦！我看一下。欸，我们现在人在哪里？还是我把藏宝图给你们好了。我丢在地上，我不太会看。啊！你怎么把那个打掉？欸，巧克力给你。你在哪里？在哪？藏宝图。Where are you？ 你怎么在这么低？娜美，你在哪？我是你在叫我吗？那不是你啊！冷静。不是啦，我是说宝宝啦。你在叫我吗？对，所以我说冷静。哦。哎，是深海遗迹吗？我哎，哪里？缩圈了 ，Go Go Go！ 大家注意，北方在这里。你要坐我的船吗？他在那个啦。边界外，这藏宝图没用了，藏宝图没用了。圈外。啊，走了。光有船吗？可以。深海遗迹耶。啊，那中间是遗迹，也不是中间。那边是遗迹。哦，真的哎，啊，不要往那边那边等一下会被吃掉吧？中间还有个船，中间还有船。对，负一，小光会看坐标吧？哦，就是都变绿色就没事了，对不对？对，哎，我看到他们了。对，看 F 3看坐标也是很关键。哎，繁星慢一点，繁星慢一点，我上你穿。啊，繁星，我上你。好，我来，我感受到，感受到。慢一点，我上不了你。哎，哇，打架了，打架，直接打了。愉悦，他就想送你，记得要呼吸哦，记得要呼吸哦。哎呦喂！我打落单的，那谁落单？打落单就对了。有打迪叔，迪叔打你，拜拜，马把灵魂你。哎，我这边走了，多人混战，邀请你啊！哇塞！喂，我在跟小雨打。
我等盾牌。哈基好痛，打哈基打我好痛。是的。你先迂回，你迂回一下。啊。没有名字就要打，对不对？对。哦，对对对，方法，哦，是我们赢，我们赢。还揍你，还揍你，还揍你！等一下，我被两个水鬼，水鬼哦。我！哎、欸，我在帮你，我先退一下。好，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一个，又死一个。快啊！我死了。蚂蚁回来！哈姐，水里面很多鬼。可以。鳄鱼死。有哎，哈姐一下。剩哈姐跑了，有水鬼的声音，半颗星，哈姐半颗星。蚂蚁血不多，哎，反应慢一点，手光很猛哦，还好，我上了，走，这样我就可以砍了，我是蚂蚁，哦，是蚂蚁吗？好，切他内线，有超车，哈基在外圈，好，切蚂蚁或切哈基都可以，哈基在哪？我们左边，因为加油，你用你的双眼盯住他。我盯着他，哦，可以了，切到，哎，你怎么样？切过去了，你不是他切的吗？清晰瓜，切过好，我快到了，他一直在跑，哎呦，啊，还是隐约右边一点，我们左边一点，这样两路包抄，好，直接兵分两路，很神奇的画面，我看看另外一边在干嘛，哎。他走啊，反正你可以的，我们等一下直接切，好，先劈他，看能不能劈他的话船，有撞到他一下了，切西瓜，中吗？这是什么？有了，我有几度了，零换五啊，哇，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死啊，完美啊，有十一个，我死了，全队获胜，耶。没有，波波死掉了。哎呀，他都这样了，没事没事。哎，上次波波唯一死亡，我就是没有死哎。小雨，我是你队友哎。啊？队友哎，小雨。哎、欸，超多哎、欸！我一直打完你，然后又超多人，然后一直来，超死人，真的。我坐在波波船上揍他。我走，船上突然多一个人，不讲武德。超好笑。迪叔跟小雨，哇，受很多伤害哦。对。五四要砍两个人啊！收头，我感受到大白鲨的威力了，后面好多超多大白鲨，没有做完，他们还过来乱哦。之后我在那个反应后面，哈基还直接跳过来砍。他说：“剩一颗星，好，我这时最少要收掉一个人，就砍下去半颗。”输了，一动作也怪怪的，然后还我举盾，他还有破盾，都想砍我。啪啪啪喵哈 OK 吗？哎，他完全卡死哎，我觉得他挂掉了。先 pass 要不要？先 pass 了。本机喵哈，再见。QQ， 要看一下硬碟，感觉硬碟有问题。对啊，我觉得好像是我电脑挂了。OK， 拜拜。喵哈 ，no， 喝个太奶压压惊。结果找我的人今天不能玩啊！把你推入火坑，哦，推进来，然后今天竟然不能玩，不跟我之前一样。本机佳佳 ，Hello， 我来了，嗨，嗨，少半个人的，
少半个人，无法多半个人的吧？言下之意思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你是说本季品喵哈烂吗？应该多半个人吧，这样子吧。那应该是多，对。我的 PVP 很普通啊。啊，原来你 PVP 很普通吗？对啊。哦，你在说笑话吗？你在说笑话吗？本季真的太幽默了，我的天哪，好爽！好可怕，好可怕！你觉得不舒服都可以告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你是说不会？我知道要告吗？这样的意思。对，小光，你要你应该没有全部认识吧？要不要认声音？哦，对我没有全部认识，大部分认识。那小光站在中间，我们按照 tape 顺序拍谁？一开始忘了。哎，我们有 BO 有跟你拍过一两次、三次。有，我记得你，我记得你。哎，好开心！换下一个。天哪！本机本机站起来。Hello，Hello，Hello， 我是本机啊。我看你玩过很多次我地图啊。地图作者，我玩过，我哦，对对，我玩过本机很多地图，没有错，我记得，我记得，两三张，两三张，谢谢本机的地图，超好玩的，赞赞赞，太棒了，下一位，嗨嗨，迪叔，哎，那不是阿神的内裤吗？啊，走掉了，没事，我帮你挡住，我帮你挡住。行了啦，开玩笑，哥，我也认识那个啊，一句话惹怒人，可以了，可以了。迪叔，我们还现实见过面呢。对 ，Hello， 我是云月，初次见面，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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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超喜欢看你的那个实况，你知道在看那个？少了，少了，不用客套，不用客套。阿兰，我是发发。就是第一场直接干把你干掉的那一个。哦，拜拜。接手，接手。嗨，日南好朋友，这个不是花2000块抽啊？不是啊，你看，才20抽，奇怪，走开，我不要20抽，抽到快。看来你应该认识吧？他记我小雨，都认识。我叫雨，然后还有蚂蚁，蚂蚁的话，蚂蚁退学的，哦，超正哎，哇，你的角色好可爱哦。谢谢，我只差点叫我82。对，刚刚说82。上一场刚刚在自我介绍，然后说这还有10秒。你好，哇，是女仆哎，可以回家，带我一起回家。好危险哦，好不吉哦。好，大概就这样。那等一下我们这个刺激喽，分3队，哎，分4队，每队3个人。好，那跟第一场一样，就是有遇水的稿可以去挖，搞一样是免烧。那关键是多了一个，就是金头颅。哦哟，它就是你杀，你只要死掉的话，你就会掉一本绿色的书。那那个书的话，它就是一个快速的金苹果，就是你拿在手上点右键，就会直接把那个书吃掉，那就会有金苹果的效果。哦，可以回8滴血这样子，还有保护那个两个吸收二。嗯。就是2颗星的那个黄色的吸收啊，这样子。了解。所以你先跟人家打架，也可能会是一个优势，因为你就可以收到很多的金头颅这样子。哦。不一定黄雀才会获胜哦，黄雀就没东西哦。你打一打就是红甲了，你黄雀就只有白甲哦。对，就只有白甲。然后身上就这样。那就来随机分队喽。好。随机分队。分，迪叔，怎么有人哭？又去面试了。他们答应我，他会有好表现。没有，哎，你今天是跑酷组合，跑酷组合，对啊。配本顺序1、2、3、4各自下楼。拜拜。四，哎，1、2、3、4，我们可以不用动嘞。哦哟。哎，看起来蛮正常的地形。耶，太困。
脚踢脚盾牌。嗯。会打到需要附魔？没有啦，二十分钟就没了。看你啊，你想挖那么低可以。应该不要吧？我觉得就被修仙赶着累啊。嗯啊，都很快。哇！旁边有牛。哇！直接就养牛。哇！面烧。我现在往下挖了。嗯。哦，小雨哎，等等。你要打吗？你要打吗？你要打了吗？你要打吗？要打吗？我做稿子哎。没关系啊，那稿子的伤害很高哦，稿子的六伤害哦。他跑了，他跑了。可恶。稿子的六伤害哦，其实蛮痛的。我走出来了。可恶，他。我斧头也救出来了。对啊，啊，他打了，他打了，他木斧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他在他就在我们刚刚旁边。你要跨过一座山吗？你先跑，你先跑吧。好痛，好痛！等一下，等一下。先跑，先跑。我在跑，我在跑。你跨过一座山吗？我怎么找不到你？没有，没有，没有跨过一座山，没看到。就是不，可恶，没事，没关系，我。好吧。那你们是，你们可以引导我，你走到小海那边吗？好。他往回跑了哎、欸！讲啊讲啊讲啊，给个坐标，你跟我讲坐标。坐标，好。那、欸、你都不开坐标在那边跑的哦。负一一九附近，然后负三十四。哇，好远，五十多个。对啊，啊，这里耶，我这里。负一九。我今天追不到、啊，他已经下哦，在繁星前面。我知道啊，就在这里啊。很坑，对。哪里？这边吗？他进树林了，他进树林。树林？我说下去了。1130，不是？哦，蚂蚁也在，两个。1130，两个刚好、啊。对啊，哪里？1130，然后嘞？1130负三八。负三八，这里。音乐也在，完了。哇，金头颅，亏了。哎呀，小头，没办法。下次边跑请开 F3 跑啊，来不及支援，根本你是说喊不知道你在哪里啊？来不及。不会。移动内，繁星跟你做朋友 ，XD 弟弟。感谢秀秀超级留言。我刚刚金头颅吃下去还是没腰，来不及啊！一下血都被消耗光，恢复效果都还没出来。哎、欸，是瞬间的哦。哦，只有爱心而已。恢复效果跟吸收啊，它恢复效果比较慢。嗯。哇，太扯了吧！我已经铁装了哎。啊，不愧是免消。对。我还想说，最后能不能干掉发发？可以啊，我再撑久一点的话，
没有那个，我原本想就斧头暴击他，然后被他那个 1.8 给打退了。阿爸麻也有。什么话题？我在吃东西。哦，透露透露透露，地牢哎、欸，要怪他。对，没有，你不有地牢吗？哦，对啊，还是但还有断句一样。我好久没有在麦块遇到地牢了，不管是玩这种还是玩什么。我想想，我是一定要遇到几率还蛮低的啊。对啊，所以他们 UHC 跟那个什么，你们那个奖金争夺地牢都弄好遇啊。这样我就真的是无法知道。以前那个去，以前我就有那个开地图的话，其实要找地牢还蛮好找的。我说以前有安装那个地图的模组啊。哦哦哦哦哦，你是说小地图哦？对啊，那小地图要找地牢蛮好找的。是啊，哇，都有铁装的哎。铁装啊！看，就你傻傻在地表乱晃。没有啊，还是要找那个地表像羊之类的啊，要吃食物啊。没事，我们吃火药。有没有空降？有没有空降？有没有空降？鬼怕空降！谁这么精彩？那个巧克力这边啊，放在峡谷，在峡谷荒，太高了，鬼力怕4000只会死个。可惜啊。我觉得他被圈给追杀了。他们吗？对啊。这个是机场的速度吗？要特别跳。几分钟应该差不多这样。逃得掉这圈。对啊，这比较慢呢。而且遇水稿不用怕、啊。也是。遇水稿挖不烂吗？挖的烂啊，可是它比钻石稿还高级，所以你知道它的耐久度其实高的很夸张，它的品质比较好，而且速度也比钻石稿快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就有一点。你是不是送 FB 邀请给我啊？不是喵，对，那是你哦，本来想要问你的，对，啊，接受，那是我，那名字很奇怪，因为我是看到有个那个字，然后想到嗯。咖啡色头发，猫耳，我在想，总是有遇到在跟你，你啦，买一袋你的头，我看到了，对啊，奖金争夺战四个地牢哎、欸，四个地牢哎、欸，该是跟着我点车，嗯。努力，但是被氪金的威力吓到，这样子。努力那么久，但输给了氪金大佬。哎呀，氪金比较珍贵。
哇，还堵起来。哎、欸，他没有铁没有吸到哎、欸。对啊，两个。啊，我晓得。那觉得哇，不需要了啦，那么多了。也是啊，没有要附魔的话，吸铁就够了。你啊。啊，蚂蚁这队也太惨了吧！是只有盾牌跟一个铁鞋。哦，第二个铁鞋。一开始被我们打蛮惨的。第二个铁鞋鞋，主要是没有下矿洞啊。哦不，没事，被。甜梅刺到哦，我刚才甜梅真的很讨厌。哎、欸，走过去都被刺出来。嗯，甜梅不是有伤害吗？我那天他们说甜梅哦，怎么说那个他没有装备的话，一下就半颗心，嗯，有点超级痛，无理。欸、怎么了？谁、欸？哪一队？怎么了？隐约在 Bobo 他们附近耶。隐约蚂蚁在 Bobo 他们附近。对啊。隐约在蹲了，他好像听到声音了。应该他们天眼兵吧？他们往下挖了。搞不好想要突袭。没有吧？他们想要突袭吗？他们这个装备，你给我 TNT 跟红石火把，我就冲。哎、欸，真的接近啊！对啊，啊，突袭啊！你要突袭吗？蚂蚁耶！啊，蹲下、啊，他要站起来要看 ID 了。好了，来来，看音乐。他们要打吗？全身铁，三个铁装打两个铁鞋子的。没有、啊，要打音乐就一大堆铁。去吧，送金头颅吧，去吧。而且当然有金头颅两颗，没有吃掉了，刚吃掉了。哇，已经吃掉了，吃掉这么多，确实打了，宝宝，打了，哇哦，哇哦，哈基加油，哎，烧蚂蚁，烧光了啊，蚂蚁烧掉了，两败俱伤了。巧克力要不再回事了吗？我们上去吧，可以上去了。上去了，很像是哎，像是烧死的，还是被哈基揍死的？哎、欸，我讲一下，应该是被烧死的吧？那个他是被烧死的，那个是因为你们打完之后嘛，其实小光还活着，那他岩浆还是有踩到，然后最后是烫死的。哦，你知道我看哈基挥了一剑，我还以为是有同队伤害哈基把挥死了，超像的。波波，你衣服就被劈死了哎、欸！哇，就跟我刚被本机劈死一样，超痛的，我直接被他打两下我就死了，伤人呢。对啊，他把大家头掰下，哈基剩一个了。还是你想不想？好多人的头！哎呀，太多头了！你想不想空投的？集中在这里。哇，你给我把乱葬岗哎！哎呀，怎么没有音乐的头？千口白给复活的。是啊，音乐嘞，不知道，真的他音乐。你的头嘞，烧掉了。从这里说应该在跑啊，有可能，有可能。刚刚有火哦不，那那至少建个衣冠冢。
啊，外面晚上哎，要确定了。晚上。刚刚影院他们跑过来在找你，说就是晚上。我想说，不会吧？两个穿铁鞋子要干掉这个穿铁装的队伍。打一半，打一半，把人打残了。打一半了，打一半了，我们打残了。哎呦，他去飞空空射，飞空空射，射了两箭，两只空空，他很享受，他很享受，啊，很开心，开心被射。也是，这怎么怪怪的？他在找他，好的，他找的地方好多怪，哎呦，好多怪，我还有僵尸出名，太猛了，我的天哪，超级多怪，哎，好，埋起来了，埋起来了。可是他旁边有一只苦力霸，还是好危险的。哇，僵尸村民打赢酷狗了！哇，他被全压死了。边界在这。他们有队友应该想什么？他再不挖要死了。好像他要被压死了。他站在这里。对，但没。他还想往上挖。好吧。哇，错边了！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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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哇哇哇！到这了，去啦！他在用镐子挖泥土哦，辛苦了，去啦！绿队呈现一个任务号，绿队开心的在地下那个教学挖矿，然后就哎，他怎么结束了？怎么结束了？与世无争，辛苦你了，真的。哎呀，呆，阿纪，你怎么了？你是死在哪里？边界，因为我刚刚跑到地表去，然后就一堆怪，然后把自己埋起来，然后就边界来了。对，就一袋一袋一袋了，一袋一袋。有没有看到前面的木头？那个树旁边有个木头，一个木头。对，这个木他死在这里。哇，好看！他出来一堆怪啊！哇，你们的游戏，那你们怎么都打那么快就打起来了、啊？小雨先来打土司喵啊！啊，不是啊，我一开始我就看到土司喵，土司喵被打死之后，反正他们就来了、啊，他就冲来了，不能忍，所以你们只是接招。一个巧遇，嗯，其实本来繁星应该死掉，然后我不会死，不是啦，不是啦，那个影月带我的头啦，对啊，刚刚是我那个是影月带着繁星的头，我被摸掉哎、欸，超白痴的，我就说你在挖矿打他，一个斧头爆你就死了，对啊，我一个斧头就死了，要没有点兵的、啊，我就很小心的。超可怕的！然后小光是被哈基岩浆烫死的，对不对？对啊，因为我想到我烫的是影月嘛，结果他自己往前走，掉进去里面。然后因为头就被烧掉了，我什么都没做，哎呦，只剩哈基一个人。想说要不要烧个迪叔？想说不行，说不定哈基有很多人不要烧个迪叔，差点被烧掉，太危险。如果没有金头，那个迪叔可能就不见了。他们都学会了怎么生存了。嗯，原来是生存教学吗？为了让他们好好生存，才打起来。原来如此，辛苦大家了。希望这个以后跟迪叔还有爸爸同队的人都没问题了，他们都很会生存了。等等，一级棒哦。我觉得我这边也蛮特别的啦，那个 Bobo 跟小光的相性超合的，然后那个速度车速好像有点快，很危险哦。我这里对也蛮刺激的，对。那你要禁止他们同队喽？没有没有，三个人会有可能会被黄标。小光他们想要拆散我们，我们不能。哦不，你们在一起，你们在一起，你们在一起。你们自己玩，你们自己玩。去吧去吧去吧。本来波波是开车啊，然后我坐上去之后车速真的就你在帮他踩油门对不对？然后踩刹车，那个油门就只能踩下去。你别这样讲，闪闪刚刚也在场外直接加氮气，你知道吗？退停了。波波开车嘛，然后你在那边组装嘛，帮他改装。然后闪闪提供材料。对啊，直接氮气很便宜的氮气，拿一下啊。哦，那车速很快，拿啦！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空投场，哦、对，空投场，久违的小房间，
小黑屋跟小光解释一下，怎么了？嘿，啊，这个就是打，接下来打慢一点，因为呢，这个会有空投。哦哟，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一下，我们每两分钟会获得一个中介珍珠，那中介珍珠不会让你传送，它就是弄出来会有一个空降鸡鸡，它会给你东西。哦，空降鸡鸡。对，他就会给你一个箱子，那箱子就有很多好宝，但是呢，有可能抽衰的，所以你空降鸡鸡的时候，你要退远一点，有可能那个鸡鸡会爆炸。哦不，哇，对，所以就要看一下那个空投是什么。好，那这了解这什么、啊、呕吐系统？你们用到什么东西？没有啊，进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呕吐系统是三肥。哦，打这个是不是？啊、喵喵，我哪知道啊？我们可以看看作者的话啊，哦，不舒服哦，原来哦，哦哦，虚哦，哦哦，玩不下去，玩不下去了，哦、啊，好危险哦、啊！你不会打开对话框看一下、哦？人家给你的重大心意呢？不是这一个啦，哦，气死了！对话框，这个是 UHC 的作者，好不好？作者的话，对话框不是那个作者的话，这个是推的，我跟他说，嗯，作者的话发生什么事？作者的话怎么了吗？不明白，大家都会有，大家都会有。哎呀，月生日啊，彪彪你生日哦？哎，我也这个月生日。什么时候、啊？哎呦，好了，你们一起过生日了啦，好不好？什么时候、啊？耶、欸，一起生日、哦、可以啊！我们去嗨三天三夜，好不好？好好，没问题。只要捡到史莱姆球或碰到水，就会晕眩。哦哦，他晕眩后20秒内免疫哦，可能晕一阵子就没事了。嗯，因为这个地图呢是 BOBO 的。胃里、oh, 哦不，地图中有很多特殊物品可以多多探索。嗯，好哟，哦，大家可以多多看看哦。好，多多看全看哦，全馆88折买。那刚刚有说到有空投，就是每两分钟会有一个，啊，你点右键它就会拥有了。嗯、啊、自己小心。那我们一样拥有金头颅。好，好，还是没有免烧了，好吧，慢慢来。没有免烧了。慢慢打，这就可以慢慢打、哦你要打快也可以，有金头颅。好诶、欸，看看哦，这样子应该没有问题。那就来随机分队喽，分好。好。哦，哦哟，妈一头喵。啊，混了，我们是八 Q 诶。哎、欸，好好说话。八八 Q 八 Q 八八 Q 发发发 Q me 发发 Q me yeah 一二三，那就按照顺序一二三。耶，不用动，好耶，不用动耶。哦 ，B B H 啊，八 Q 八 Q 八 Q。哦哟，那我们接下来队长就是繁星啦，不是我、啊，是第一个好吗？啊，你说我吗？对啊，不好吧？我刚才生存才刚学会，那你就要拿来对啊，毕业啦，毕业考，现在是毕业考，是吗？毕、啊、业考了，反正那个这个我解释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有中介珍珠，对不对？中介之夜，嗯哼，哎、欸，然后你就是找个头上尽量不要遮蔽物的东西丢下去，你会一只鸡慢慢缓下来。那缓下来会有随机给你一个东西、哦，它会是一个箱子。那有像刚刚说的爆炸，嘿，在洞穴里面丢，它也会掉下来。它其实就是在你头上大概8个9个的位置，真是一只鸡。所以如果头上有东西的话，哦、可能就是长在那边了。了解。哦，哦哦这里是哪？叫就是。Oppo 的位啊。哦，哎、欸，好可爱哦。它、哦、有生日快乐歌，哎，好酷哦。打木头，打木头。木头。这里有吹出去，哎、欸，没有，我破土，抱歉。哎、欸，那边有一个箱子，哎，箱子好像可以打掉有东西，可是会爆炸，有可能。好哦，古力巴，古力巴，小心，古力巴。这里的东西都可以
打掉吗？都可以啊，都可以随意破坏。要打木头，哦、打木头，绿色地毯。那个我刚打，刚拿过了。那如果我们被人家打，然后我们去摸史莱姆，这样不就20秒内免疫了？我不知道他是免疫还是无敌耶、欸。哎、欸、哎、欸，对耶、欸，免疫跟无敌是什么？绿宝石也要挖吗？啊？绿宝石好像不用，不用没东西。哦好哦，爸爸，我为你做工作台。哇、哦，谢谢。哇哦。先挖一些木头，我打穿波波的胃。可以，打烂他的胃，胃食道逆流，感觉有点痛。哎、欸，这样子我就不食道逆流不会痛了，你会有呕吐感，也是呕吐啊，会胃穿孔，哦、不是啊，嗷、啊，哎、欸，你太痛了吧，我不小心就摔伤了。哦，有哎、欸，呼叫空投。我来呼叫看看了，等一下，呼叫空投。哎，哎呦呦呦呦，好多吃啊，还有玻璃，还有烟火，好快哦！哎，为什么你们？哦，我有了。哦，因为我刚刚是在箱子里面拿到的。哦，没事哦。哎，我有耐久稿了，给你吧。我有很多经验瓶。可以，然后弓箭放里面，铁裤子我给你。哦，感谢。书，看看，那我先把裤子穿上去好了。这空投机太快了吧！幸运药水，所以我需要在一个工作台，行不行？需要点工作台。钓鱼的哦。那个，他那个绿绿的洞，哎、欸。波波死了！哎、欸，我看到迪叔在对面呢、欸。嗯，你要干他、啊？要去揍他吗？好啊，等一下我先做点东西去弄死迪叔。等一下、喔，我先，你可以个坐标好不好？坐标吗？对啊。对面有陨月，我看一下那个坐标在哪。我现在人在。因为你看到那个就是巧克力那一组啊。啊，哦、对，所以你真的要搞的话，要一起去啊。哦，看到了。我看到那个土司庙被，对他死了。嘿嘿，对他死了。对，有点危险。哈基在揍他，他们在下面。哈基又，哦，在回血。哎、欸，他们打起来了，我们要不要去参战？好，要不要去？等一下我喝几张。好，敌输了。对，他快去！我坐箭，等会。我想一下，我要干嘛？我拿稿子捶他好了。好，我来做个。啊你，啊怎么没有人跟上？我来了，我来了啊！我们稍等一下，啊前面。我来了。他没看到我，我要去偷他们的屁屁。我射他们哦。你有弓箭啊？我射史莱姆了，是哟。哎，怎么射史莱姆射枪？我打一下，打一下。我给你剑，史莱姆先打掉，有伤害。我有剑，我给你很多。是。等等，你等一下再打，你要史莱姆。你后面。哦哟，先打史莱姆。好了，这小的没有伤害。太多了。这小的没伤害。好了。跑掉了。走掉。我晕眩了，。捡到史莱姆球了。啊，对耶，忘记了。哎。叫个空投。对死，我帮你们看东西哦。哦，所以繁星死掉了。死了啊！我想说小雨会回头帮我打，结果没有。结果小雨。哎，两只史莱姆在看你哦，小光。好，我撤。哎，上来喽！哎呦喂！你很会呢，还行啦，没有看到他们呢。他们在，我帮你们看啊。好，很，我要讲嘛，他在四楼的位置。他们四楼，我看到波波的，对，大只的，白痴哦、喔。我想这边就是波波的位置，没错。也不对啊，波波死，我看谁？哦，波波，对，上去，你上来，继续走，贴右边。你会看到迪叔了，哎、欸，他现在背对，
背对我吗？对对对对对。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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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两个两个没盾。看到你了，你不要开枪。摄影，摄摄摄，不是音乐音乐，还有音乐还有音乐。你先跑吧，你没武器耶。哎，是我们跟他们的，哎、欸，摔死了，我跟他摔死了，哎呀，我没切、啊，没事。你在哪？胜发状况外，发发加油，发发加油。他们在哪？你头上，你头上，你头上，在你头上，剩三个而已。对啊，嗯，你现在是恶心吗？没有哎、欸，那种不用跑，应该可以减书，然后补血，应该是一个没有没有没有被音乐捡走了。我有那个治疗药水。那、啊、你们武器啊？哦、我有稿子。你做个武器吧，刚刚我们实在没有武器。对对对对对，隔壁挖个鹅卵石做做那个啊。哎、欸，怎么会有只枯？我有枯弓，小心小心哦、啊，你上来会有枯弓。我头上有一只黄金枯弓。黄金枯弓。黄金衣服的枯弓。然后我看一下，哎，云月走捡我的衣服。你看，哎、欸，你现在看巧克力，现在看巧克力，现在看巧克力，巧克力吗？我看对，这边他开的箱子，我跟你讲一个小彩蛋。哦，有看到他要开这个箱子？有有。你看到右边那个很像一个大字，然后上面有几个红色羊毛的东西。红色的字。没事没事没事，来不及了，我有弄掉了。爆裂魔法、欸，哎，快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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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可是可以拿，嗯，为什么？哦，白痴哦，红石哦，这个是我以为是那个以前的爆裂魔法是那个击下来会一个爆炸，然后会炸。那我要怎么放炸弹？你要红石才能引爆它，你要红石才能引爆它，你快跑、哦！所以你只有 TNT 没有用，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没有用，你没有用，你没有用，你没有用了，你没有用了，打他，打他。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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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哦、oh, ，可惜。你下次可以先放红石，或是红石砖，再放 TNT 比较好，因为 TNT 打一下就爆了。那、oh. 像你没用，我的天哪，在干嘛？哎、欸，那、啊、这些哦，走上去吧。好。好哎、欸，大家都在那边破坏东西。哦，没有，我只有破坏彪彪而已啊。没有，你箱子里面的东西啊，你破坏箱子。那个箱子没有东西啊？有啊，箱子有啊，我都有看到哎、欸。哦，你刚刚肩膀上一大堆灵魂，你知道吗？你看这些就是你没让大家看那个下场。不是我召唤的吗？哎、欸，他是剑府还帮我打赢呢。介夫打的、哦，介夫介夫还让超强打赢了本机，本机直接飞起来，哇哦，超本机偷袭，哎、欸，是我介夫，哎呀，你们很坏，我都还没看完，你们就这样，没有没有没有，我看到你，然后我问哈记，然后我就说，哎、欸、有，我看到一个会跑的 biu biu， 我还说要打他吗？我说这样不太坏，他说不要让他去看地图啊。哦，真的是谢谢你哦，好机，谢谢哦，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哦，那谢谢你哦。哎、欸，对，小雨拿那什么、啊、呕吐智障，就吃蛋糕里面的啊，他很好笑哎、欸，他会是吐呕吐物出来、欸，我用剑会吐呕吐物，难怪我在看你在那边吐，对、啊，很好笑、啊，明明就不会那么一直吐。我就刚拿到哦，小哥就跑来了。干、啊、嘛？我给你的，他给你的。我有十根呐、啊，哦、十根。哦，你天生就有，是不是？你天生就有。哇，天生十根呢、欸？我没有十根啦。不过这喵喵啊，这个超好笑的。哎、欸，你们怎么可以躲起来、啊，让我吐下、啊？不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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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爸爸，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哎、欸，为什么那时候一堆幻念，一堆死癌嘛？好可怕哦！不知道是在玩家附近啊，因为你们刚刚、你们刚三个人嘛，就三只史莱姆，这边就四剩两个人，就两只史莱姆，哦、好像这样子。哦，阿波文怎么这样？是不是绿色的东西？不知道，你就不是。那你的蛋糕，你的蛋糕有吃吗？看起来真好吃呢。
那个蛋糕上面，从上面看下来，你有看到什么？我知道，二欧嘛，二欧，二十岁。那个，那你的脸有点大，有点胖哦。大一点。哦、你二十岁会发福，小心哦。哎呀，是二十岁才开始吗？嗯，会更严重吗？哎、欸欸，他进超棒的，超棒的。我还原了，还原了，还原了。这是我的生日愿望。还原。你说箱子吗？还原。对，还原了，还原了。他打电话了。没事，我复制。哦。又复制。除了二部。哦不，呕吐，吓你啊！呕吐了，这就是我的生日愿望，你怎么知道的？我三个愿望都是这个。空头作者说可以有个材质包，材质包，材质包啊！哦，恐怖材质包吗？居然还有材质包，因为其实玩到黑暗用材质包了。对啊，越来越神奇。想强迫我们吗？解谜，那会不会装模组啊？自己的，但是就是要把它，你自己的放在最上面，他的可以放中间。哦，他自己材质包，就他有一些东西。你说打开盒子，表这边什么都没有哦，都没有哦。哇，要自己有提供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用看。哦，有保证。哦，谁该得一定呢？哎，元宝是对的吧？我会笑死，真的很棒哎、欸！都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这个是谁做的、啊？真棒、啊，太棒了！就除了箱子里的东西以外，愿望，箱子的也不错啊，箱子很棒哎、欸，啊、有头在飘、哦，有颗头哎、欸，有个头在动哎、欸，小僵尸吧，小僵尸带头，咦，材质包怎么用啊？你不会有吗？材质包 ，EXE 选项资源包，打开什么资源包资料夹，然后把下载那个丢进去就好。哦，我自己也要下载的吗？他自己有，看你用了会比较好。怎么测试有没有安装材质包？他说这个有特别的，所以那我先下载一下下。好，你可以先看看你选项资源包有没有他的，因为伺服器是有。哦，选项资源包。没有哎、欸，有一个 UHC 的什么东西？你找到了什么了？没事，偷看，等下就继续玩下去。我觉得装东西，我在努力看有什么东西是变的、啊。有一颗头在那飘哎，有了，它是 AC 啊，注意你材质包要装，装好了，稳啊。冰砖空投变成蓝冰，所以可能跑更快，发光跟力量效果有10秒。哦，游戏开始5分钟的时候会变成旁观，可以参观地图。哦，90秒后是返回原位，回满血，所以一开始扣血不用怕，撑完5分钟就没事了。哦，哎，哪边有？是吧？我先看一下材质包。嗯，你抽材质包不用离开哈。真的吗？对啊，在游戏里面，在游戏里面就可以了。怎么进来变十秒？他的材质包放在最上面。骗到了是不是？那是一个灰灰的。嗯，怎么？它是在哪一类啊？这种搜寻呢？什么哪一类？我没有看到什么。我也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我刚打开看，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对啊，没有，有装成功啊。装成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目前没啥特别。应该是里面有东西那个啦，那个之后它应该在里面的。哦，那可能只改一两个东东，可能有些东西变绿色之类的。幕府红色斧头，找到了吗？没有啊，没有啊，我直接看了才，我直接看到档内容啊。你直接打开档案再看，直接看。你不能讲的，不能剧透，不能剧透，不能讲。对的，不能剧透，太 OK 了，不能剧透，不能剧透，不能剧透。难怪哈基笑那么开心。哦，
好了好了，要登出了要登出了，要拔掉了要拔掉了。啊，这个地图他自己预设的哈，他预设有同队伤害啊，所以大家自己小心哦。哦，我跟没点哦，要不然你要看清楚再打人。好。基本上因为我们敌人会有那个隐形名条，所以你看到有 ID 就是队友，不要乱打。好好好，嗯，说好不可以打脸哦。还我票票权，不可以打脸哦。那就这样哦，一样的镜头喽。好，好哦、不对，不对，嗯，不对，好。耶、yeah,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哦在哪里我在哪里嗨宝宝嗨一样一二三四按照顺序阿 Q 被拆散了小光小光拜拜你是最重要的 Q 你怎么离开了我们TFF 对呀、啊、嗯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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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玩法也是一样吗？一样的，一样的，只是地图不一样而已。通常会包成这样，就是通常会包成这样，就是外面的地图是他们盖的，或是一些特别的彩蛋，才会包成这样不让我们看。原来是这样。哇，好大，好漂亮，好大的冰啊！欸、这边有上去的路，哪里哪里有？这里这里这里，先敲掉一个木头放地上。感谢本叫空投，先进房子里面啊。对啊，先当勇者。有村民，有书柜。村民，海瑞。杏仁味是氢氧化钾。哦，那个就只是、啊、没有，那就只是一些。可能我们曾经实况组有发生过的事情，或是一些致敬彩蛋。Oh. 对。然后小光了、欸。哦，好多树叶啊！大家我们要叠东西吗？然后小光哎、欸。哎、欸，好东西耶、欸！好多村民哦。哎呦，真是快爆啊！哎、欸。没事没事，我只是让苦力怕爆而已。哦，他们了，蚂蚁在隔壁了。他们地图其实没光源没有跟我们好啊，喜欢小心怪物。哦，对哈，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夜视，里面很黑。好不好？小心哦。好，我跑掉。Go go。你们在那边哦。你们怎么都有武器了？有剑士吗？有剑士吗？我这边有一把强力士。没有哎、欸，还是再等一下空投吗？嗯，要打是不是？要打是不是？哎、欸，你被打了，你在哪里？你还好吗？哎、欸，打他打他！好。啊、哦，我被打了。真是了，我要见识了。好多人哦，我被困住了。小光，小光，还剩小光一个。嗯。没见识啊！等下哪有都怪啦。这边吗？是啊，在那边啊。那在重点是我小镜头，我要帮你招了，哭啊、欸！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根，好小，不够吗？我以为是无限。没有没有，我只是强力，强力四或强力二，这什么鬼啊？这个等一下射下去，应该一发就是半条了。我们没有去看到呢啊！我们等一下过五分钟就可以看城堡了哈。叫空投，叫空投，爸爸叫空投。好，叫了叫了，串死！哎、欸，
有苹果哎、欸，你们有金吗、哦？你们可以做金苹果。巧克力。我可以挖开。你有钻高了，这么一大堆，他们这么一大堆。那个，先帮我做个合成台吧。好。好啊。我做了，我做了。哎、欸，你要的剑石给你。哎呀，暂时先给九哥，我再去挖。你要做什么？哎、欸，我觉得先做钻戒或钻斧吧。好哦。还是先给一个人钻石装。我有苹果，你们有金矿的话可以金锭。先做一把战舰吧。OK。哇，完蛋！怎么不够？还是还好吗？有哎、欸，又有空投喽。不是蛋糕啊！蛋糕空投。哦，好可怕、啊，怪物太多了。伸缩自在的爱，来给你，你用，你用，你用。Model 海牙骨，你打他。我现在在做装备。我把你把它领走 ，OK。又下来，又下来，又下来。可以，这可以采吗？哦，这个铁可以采吗？不行。哦，吓死我了！哦、可以看，超棒、哦，好漂亮哦！他吓到了，巧克力吓到了。这是什么？哦，小鸡猫，小鸡猫。哦，红色斧头。我先看箱子，我看箱子。而且还有 Elsa 的那个、欸，哎，超好笑的。什么啦？好恶心哦！多么美丽的风景，多么好的环境。为什么我要变成这样？不要看到这个手机，之后应该不认账。这是暴力。还有一袋一袋一袋，我找到红色斧头。好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回来了。啊，回来了！随机位置吗？啊，同一个地方。哎、欸，他们又复活了！哎、欸，这边有好多铁啊、喔！但我刚才想说可以挖吗？可以！因为他们复活了、喔。有没有八个石头？没有，你要挖稿子在你那边。我这边又挖到一个稿子耶，还有一件裤子。我们后面有人。就音乐啊！谁？哦，暴力魔法谁的？黎苏。不是我们提出的，不是我们的。那个我在烧铁哦。好。哎，好。有木，有木头的话就可以做那个盾牌了。对。我只有平滑的石头。哎、欸，他好像在，他好像在广场那边。有两队。我长得像西瓜。先做好盾牌，其实就可以上了。好，繁星，这边你要给我啊？你要给我？对，因为那个其实我比较擅长打明洗啊。那，我其实用盾牌那个正常打洗不太强大。我这边很多木材。还有铁吗？那、啊、给你铁在这兒。有，还有五个铁。哦，要做一个盾牌，谢谢，有拿到了。哎、欸，被吸走，可恶！没有拿到，拿到了。有喽。有很大的骷髅针哦。爸爸走喽。我做一个斧头。哇，你的比较好。
哎、欸，铁库，就跟我带走。好啊。来，主要来见识切啊。铁库，铁库，爸爸，铁库。哦，你有铁库？我穿啦、啊。哎、欸，我没穿吗？有啊，有铁库啊。那铁库我在哪里呢？来叫个空投。有帽子，还有一个稿子，这幸运欸，幸运跟修补。不要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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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的不要打。好好，我不打不打不打。太恐怖了吧，阴宅一堆。我去把那个拽那个幸运的拿起来好了。你没拿哦。我没拿，我拿了，有了，我走了，我走了。给你，给你，幸运的稿子。哦，怪酒都二楼下来了。走了，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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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蜘蛛开卷了，蜘蛛开卷了，晚上了，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快跑，跑跑跑跑跑跑！我跑，我跑，我跑。哎、欸，幸运、欸、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要不要挖？你用幸运挖？对对对对对，要直接跑。我们前面有一个人在默默缩缩的揍他，揍他，棒棒。棒棒，不要跑！有同队伤害哦，小心哦！棒哦，我死了！耶、yeah! yeah! ！我要带小光的头，这样子要切、啊、不行哦，这样会不小心认错。不会不会不会，我不会认错你的。哎、欸。哦，剑石一堆。哦，有胸甲了。哦，我还有一个三个钻石哎，小光身上拿的，给你们，给你们钻石。后面后面。哇，有钻石了。我看看我要怎么做装备啊。我们再去找人。真的，现在要找人了。我觉得他们应该城堡那边啊，因为刚刚也看他们往城堡的方向走。有没有丝绸之处？丝绸之处？对啊，有、欸、有，我看到小雨喽。走走。没事，因为有个西瓜砖。哎、欸，走走走走，他们走他们。冲啊冲啊冲啊！哎、欸，他们走好快哦。头丢了空。你们是过桥吗？还是？看到了，看到了。我这边有个强力弓。哎、欸！哇，小雨死了。金头颅，金头颅。呀、yeah. ！我有蜂蜜块，好可爱哦！哎呀，第一弹要拆掉才能够那个交空投。好。我这边很多剑跟金锭，感谢。你要弓吗？你有弓吗？我有，我有，我有。好，那我这边剑也给你。你留一个啊！如果你要远远射的话，你不是刚刚有拿到？哦，有哎、欸，我有抢你。对啊，我把一些东西都丢地板哦。鞋子给你，没事。好，谢谢。鞋子在这里。
你要喝牛奶吗？我有爆裂魔法哎、欸！你又有了，就是他 TNT 啊！他们在他上面楼上打，哪里哪里哪里？啊喂！哪来岩浆啊？真是的！我有苹果，快做金苹果哎、欸！我做金苹果给你。不用不用，我有治疗药水。哎，金锭不能做，我被骗了，可恶，丢掉。苹果留着。有确定他的位置在哪里了吗？哈基在那边，刚刚在那边啊，然后楼上有两，刚刚有两堆。不要领灰，不要领灰，不要领灰。好。我来试试看。那我先进九大楼吧，好吧。那个走，爸爸走。我再丢个空投，你们先去，我马上。我其实刚刚有看到红色地方，有钻石，有钻石，你要用幸运搞挖吗？有，有幸运哦。有，你很幸运哦。你吸，你吸。你拿，你拿。我拿吗？那我拿，我做斧头。我可以做我鞋子。做斧头，钻石斧，嘿。那有同推伤害哦。有。好。这小小可以刚刚松开了。好了，我准备好了。走。先进九大楼。里面会不会很黑啊？被劈了！你会被劈了！你会刚刚在那边，好像在一楼。一楼吗？对，他刚打雷在那边。我不确定是在室内哦，可能在室外哦。先看一看喽。外面又被收购了。哎，泥土的声音。应该是挖泥土的声音。看不到 AD 吧？应该看不到 AD， 不对，好像在隔壁耶。这里吗？这里被木头，这是合理的吗？有，其实蛮合理的。这个地图这样做都怪怪的，好多脚步声哦。把小光的头放在这里，他做王位。哈哈，小光，冲击强力，强力几？强力几？强力几？这是重点。强力二而已。哇哦！有救了！哎，好多牛牛！哎，你要不要？再给你。啊？什么？哇哦！哇哇！你那边几个钻石？啊！哎，又钻石矿。我吧。有。哇！万一找不到人。他们不见了。你有东西給你。哎，五个。水桶带着吗？他一定想要去采东西。你知道位置吗？哎，飞行治疗药水他没拿。
苹果。哇哇！哎，段子都给你。好。60秒，速度3。你们还有拿到金锭吗？我还需要2颗钻石可以做我胸甲。好，再开了，糟了。哦，其实问你的身上有没有而已。没有。好吧，都做完了。哎呀。吃醋。去挖个西瓜。西瓜。西瓜可以回血。为什么牛牛都集中在那个木头这边？为什么在他下面放？这边刚刚放蛋呢、啊？这里有一颗掉了。哇，好棒啊！好多 TNT。哦，都是铁。跑！跑我！哦！有人打你吗？哦哦、不是，你快跑，你快跑，你跑就对了。哦，好，我跑。哇、哦，这边怎么被炸了一个大洞啊？哎，这里有一颗西瓜哎。哦，那西瓜也是我们刚用的。那流毒哦，你小心哦，被打到会还哦。好，哇，这些人又有空投了。看哪里爆炸啊？看不到，又被打，头打我。现在我应该最明显一对，捡东西吗？奇怪，有人在偷射我哎、欸！先进房子吗？因为你在发光、啊。不是，有人在射他，有人在射他。哎，先进。哎、欸，好痛！好痛！你哪？爸爸过来，我这。我在屋子里，我在屋子里。哪个屋子？大屋。哎，完了完了，这边都是怪物。你先，你过来，你不要太里面，你不要太里面，你出来一点。啊？好。哇！我摔死了！啊，太多怪！不是你刚回到我这边，我可以给你那个治疗药水吧，没关系。西瓜啦，我可以给你采西瓜。那个发发帮忙看一下那个文的人在哪吗？好啊，我去找。鼓一把，鼓一把，几顿几顿。哦，他们在屋顶呢，吐司庙他们在屋顶。哈？我在捡，我在捡。哦，好。他们在这个城堡的屋顶。我在看其他人在哪。我丢给你，我丢给你了。有，我看到。他们其实都在。你好。啊，刚刚是哈奇在打我啦！他垫在睡上面那边偷打。我在睡上面吗？他在上面偷射我。然后想说奇怪人在哪里。你们木头那边有没有看到吗？你们现在的右上角的木头垫出来。哦，怎么会有一个弓箭在一直偷射，一直偷射？二楼啊，哪里？然后现在月月在地底下，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长发公主被关的那种，懂吗？那种会织出来的一种很奇妙的，没有，就那个，就那个。对啊，在上面。可是你们这栋楼还有一对哦，是土司喵他们。这好远啊，这个。你们走上来就可以看到，看一下。哦，对。本机，你再往前走，你再往前走，你不用在外面往前走，这边走下去。我想去搞哈记啦。啊，你要先搞哈记哦。真的，先搞哈记啊。啊，好。我偷偷摸摸的。最坏的。啊，他在一直在看你们。
被打到吗？没有啊，我有西瓜砖，你等下被打到，我再回一下。哎、欸，他被雷劈了！不愧最坏玩家。我看能不能绕他侧面。他把自己围住了，有点难。没关系啊。啊、哦！可是他这样下去，他会摔死吗？会啊，会啊！哦、他往回跑了，他往回跑了。跳下去，跳下去，他摔死了！哦，射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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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说蚂蚁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刚刚本机走二楼，然后他那条通道走到。我看到 ID， 我看到 ID 了，你进来。对对对对对对对，走到底这里，他们两个在这里。大家有看到咯，我不蹲，我蹲。另外一个在二楼，蚂蚁也在岩屋檐这边。先退，先退，先退。蚂蚁两滴血。我去不蹲，好好，你用。七滴了，他回血了，哦哇哦。有，干掉，干掉。月月在，月月好像在底下。我刚才偷看他的时候，你再帮我们看一下。地底下，好，再去看。那、这边是我的。他在地底下，他在我们刚刚那个，不是有很多牛牛那边吗？然后不是有那种很奇怪的木头吗？哦、就是那个。对，他就在那边，就是那个小光王位下面，你们从那边挖的就可以看到他。本所以刚刚我们在那边，我们刚才在那边听到那个挖土的，就是他在挖。本机在哪？我现在正在准备去网球了。哦，好好好好，看到你了。好，我走过去。他挖下去挖超深哦。你要钻剑？是直接通到底的那种哦。对，还是要玉水剑？玉水剑给你好了。哇，我已经有玉水剑了，太夸张。行，我给了。他已经在他的地底下盖碉堡了，他在做药水。这里吗？对对对对对，那个我看一下哦。你们要另外挖吗？它是在那个角角这边。哪里角角？好像是面对哪里？小光，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小光面对右边还右边？对，我们面对左边还右边。这个扭扭，这群扭扭下方有一个通道，可是是指有一个距离。哪里？这里吗？这个吗？这个吗？我想想，你按一或二就可以知道我们门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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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白金刚才脚下这边，后面后面后面，我看 ID 看 ID 看 ID， 一下 ID 一下 ID， 我看到了看到了，挖掘加速哎、欸，他挖很深哦，挖很深哦，你要小心哦。然后我们下面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你空心空心空心，你不要再挖，很空吗？再一个就下去了，这个还好啦。真的吗？应该不会摔到吧？没摔很多啊。哎、欸，你也回个血啊！哎、欸，他人呢？他跑上去了。他跑上去，他跌上去，他跌到他跌到刚刚那边。他在上面等你们，他在你们盖挖那个地方。啊！被分散了，被分散了。十一滴血，他往大门跑了。我上来，我上来了。我在努力。八滴血，他旁边有西瓜砖哦，他好像不知道。三滴，哦，没事，有你啊、哦、你给我，你给我装备的哎、欸，我们好肥哦。多么美丽的风景！为什么我要变成这样？两次了，事后一概不认账。那个声音，这是霸凌。拉倒，没登出了，没登出了。好棒的地图哦！我觉得上一张比较好。
其实问题好棒啊！哎呀，好棒哦，好用心哦，超用心的耶！我觉得上一张遇到，没办法遇到，这张不太行，这张怪怪的。哎，超棒的！哎，他地图很多小细节，那个二楼，你看这样，小光才第一次来这种奇怪的地图，小光都不想。哎，你这是霸凌，这是霸凌，这有问题啊，这有毛病啊！你说：“哎、欸，你来切生存去敲那个。”啊，什么东西？刚刚什么？我怎么想不起来？闪一个红红的东西，我没看到。再来一次，再一次吗？原两个都被拆掉了，你也真是很有耐心。不起来，放箱子里。老板把你这个雕像拆掉了，我不小心撞烂到空头了。拆得好，拆得好。天哪！哦，这张都是剑士，你可以帮我拔一下吗？那没办法。这是刚刚打敌叔，打完敌叔之后波波来，然后之后呢，忽然间我背后有一个冷箭，啪！对啊，我就知道射死了，我就知道祖师喵会射我，就知道了。祖师喵说：“不是啊，我不是回复剑士会帮你补血吗？”原来是这样子啊！哇，装备啊，是给我给他回复剑士没错啊，但没有这方。拉满都是我啊！他想要支援吗？对啊，支援，强力支援，全力支援，强力支援，对啊，是全力支援，强力五的支援，拉越满就补越多，没有这样子。哎，来不及看，收走了，再一次，再一次，又被收走了，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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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收走了。哎呀，复制一下，让我没看过。是本机还是阿纪？真的不知道。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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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哦，是本机，是本机。哎，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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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神武，不是你是阿纪，不是你是阿纪。就你们两个，就你们两个可以。哎呦，有有有，哎，白色我没吸到，那个是 bug 了吧？哎，被吸掉了，哎呀，被吸掉了，不，上一张比较好，上一张比较好，上一张，真的很棒哎，超棒的，很用心哎，你看那房子多精致哇，你看那个动画，你看那个影片，超用心的，我登出，我登出没看到，没看到。辛苦的啦！一边边生日快乐，拜！是是是，哎呦，我以为你，原来你还会跟我祝福哦！天哪！小光也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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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啦！辛苦了，辛苦了，辛。哇，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能打到那么后面啦，没有，我想说，本机那么爱打架，爱冲前面，那给他钻装没错吧？那既然是说要给我钻装，多么美丽的风景，多么好的环境，为什么我要变成这样？不要拍我的东西，之后一概不认账。这是暴力！哇哟啊！好了，感谢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去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多么美丽的风景，多么好的环境！好了啦，关掉了，关掉了。不要拍我的东西，之后一概不认账。好可怜。这是暴力。